蔡慧怡写给爸妈的一封信。爸妈，我真的很爱你们，谢谢你们无微不至的照顾。希望把你不要老是想着自己全身病痛快离开我们。您很健康，您活得开心，让我们牵着您的手一起看世界。爸妈，我爱你们。祝天下爸妈双亲节快乐，900个祝福爱爸妈99。